回邮局一趟，哎，不是，不是邮局，安全室就好了。你们先弄一下啊，我要去把我的那个储藏库清一清。对，我还是讲说这家伙是外挂嘛，还硬要讲散弹那么猛。没有，刚刚那个人就是外挂，可是不是，刚刚那个人应该是散弹，那两个不一样的人，那两个不一样的人。好，走，我们找他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等我一下。Agent, I am inbound on your position. 看，可是他等一下传送那个完就走了。马尔盖已经把他打到躺在地上就传送走了。对啊。靠北。15 seconds. 他还在吗？还在，他还在吧？你录到了吗？录到了。